你是有灵性是不是？因为我每次骂他，小网红就会坏给我看。这我会啊。最困难的来。最困难的。是不是很久没看到织身制服了呢？因为呢，我的小阿红前阵子很乖，在此称赞小阿红一下，因为我每次骂他，小阿红就会坏给我看。我朋友们来我宜兰的家，我就会跟他们讨论说啊，我要换车啊，干嘛干嘛干嘛。就之后我一启动我的车，跳故障灯。你是有灵性是不是？然后我有看了一下那个车主手册，发现说他跳的那个故障灯是刹车系统的问题，所以我们赶快开过来请宪哥帮我看一下。然后他刚刚看了说是后轮两边他的那个刹车感应线磨到快没了。原本是会卡在哪里？它原本是这个位置，它有个凸出来一点，磨到没有，里面有一条线，有一条金属线，金属线磨到断掉，它这里面灯就会亮。可以看到我的地震，天空蓝、宝宝蓝的这个颜色，平常会卡在轮胎里面。之前小师哥有那个教我一个小技巧，就是大家可以去摸你的碟盘。我的碟盘很平，所以摸起来是很平。它如果有波浪状啊，或是不平整，它就有一些齿沟的现象，可以自主这样健康检查一下。可以，是好的。这是我的，磨到快剩一半的。对，它感应线就卡在中间。对，它就这样卡进去。所以它就是卡在这，然后磨到这个金属没了，就知道说，哦，这个厚度差不多了。对，它就会警示你说。好聪明哦，老师，还是你也可以修。对啊，那就等我有这一天。小黑手正式上线，刚宪哥示范完了右后轮，左后轮就交给我了。会不会之后左后轮刹车制动力特差？现在先把轮胎卸下来嘛，吭吭吭，这我会啊。喂，宪哥怎么没装好？那个是活动的。哦。哎，为什么？哎，你要转一下。这我会啊。嗯。啊，对，哇。有那个手感来了，宪哥好像在教那种幼稚园学生，哇，好棒，可以的，哇，好棒，有，而且是不是要这样？没有，马上，好久好久没有拍小黑手，有点生疏。这个不能用工具哦。可以啊，你手上就是工具啊。有啦，松了。要把它撬开啊。对，把它挖出来。来放回去，它这个也把它挖起来，这两个滑片要换掉，要整个换掉，上面也是一样，上面哦，好，最困难的来。最困难的，你说防尘套要拿掉，清干净。对，清干净。因为有时候它粘住，转紧，然后放松两边。这个是把活塞推回去。哦，它已经适应，已经磨不小的那个刹车皮了。因为我们现在新的皮是比较厚的，所以这里所以要把它推回去。所以如果没有推回去，就装不上去。对，哦，我了解，比较厚。对，我瞬间想消化，想不出来。我想不出来，我回去备消化，免得在这种尴尬的时刻，学徒没有什么用处。先跟我转转看，这很难转吗？还好，还好啊！可是你要转到底。可以。我在家搬冰块，冰块比这个，跑掉了。所以其实我可以嘛。天哥，你现在所有东西都让我弄。所以刚刚他已经跑到这里嘞。对。然后要把它整个压进去，把活塞往后拉。那大家看刹车皮前后的，然后上面我们刚刚有装了两个铁片，所以其实很简单，把它上面这个扣的地方，然后针对铁片的凹槽处推进去就好了。然后这样进去推进来，这样就好了。对。然后夹好，所以其实就是换上面这个铁片，然后跟这两片跟这个铁片。对。这只是为了美观，对不对？没有，就是它有时候它生锈，把它锈磨一磨，然后上油，比较不会粘住。哦。下面这边比较不会粘住。是对的，对，面对它顺时针就是锁紧。好，小狗，宪哥要去忙。你不要默默的就把它全部锁，我还有最后一颗。
好，我试试看。对对，是不是比较轻松？我是不是太久没修车，整个都生疏了？然后智能特殊功能。特殊功能。然后一个保养柜。哦，这个连蓝牙哦。对啊。以前不是要接一条线？现在2022年。哇塞，这台机器外面的人买得到吗？买得到啊。买得到。7都有在买。F3，你的刹车是0%。哦。F3。F3，然后就会变100%。对。哦，就有点像归零重置的感觉。哦，难怪每次看你在这里嘟嘟嘟嘟嘟，就是这么简单。我觉得我之后应该可以自己换刹车皮，我可以吗？宪哥刚刚给我一个很尴尬的表情。把车顶起来，又发现有个小问题。我们之前不是换过引擎垫片，然后我还以为肾有问题解决，结果现在好像宪哥刚刚说是更上面那边的。那这样整个前面要拆掉了吗？不用不用不用。我们那时候哎，拆了快12小时，拆到半夜。宪哥刚刚听到抖了一下，那这样还好啊？你说如果是通病的那个间隙就还好，因为我们之前是发现说我车子在没有发动的情况下转动方向盘会有点空空空的声音，然后刚刚跟宪哥确认过后，他说这是 MINI 可能这一系列车系的一个通病。如果你里程数拉高了，像我这台车10几万公里了，拉高了，它方向机的间隙这个通病会越来越明显。所以你在没有发动的时候，你转动方向盘的空空空空的声音，可以去找你信任的机器看一下，然后也不用太担心啊。对，这以上就提供给大家。然后今天海力小黑手。手很干净。海力小黑手换刹车皮的影片告一个段落。虽然我没有帮上什么忙，但我觉得我之后可能会越来越熟悉，因为刚刚把车顶起来，发现为什么又有渗油的状况发生，可能最近又常常来找宪哥报道了。希望我越来越上手，好不好？如果你喜欢这一些海力小黑手的影片，记得帮我按赞，也别忘了订阅，好不好？谢谢大家，我是海力，大家拜拜。